上你们馋老大姐给让俺买糖，掏出来20000块钱，你自己去买去啊！你到那超市，你说老板给你钱，我要糖。你说你看着钱给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看见没？正好20000块钱，你够买四个糖的，四个棒棒糖的。你上奥迪店里去买。啥？上奥迪店里去买。奥迪店给平时一人一个。1元1个，够买俩嘞。行吧，你去把这买俩，你跟妹妹一人一个。给我一个。你都不给他买。那我得买去嘛，老师爷爷。给我买三个。你怎么买三个？20块钱你怎么买三个？赏你们俩眼都爽了，你想怎么地？爽了啥意思？爽了就要生病的意思。你不要啃你这，得啃你这。干啥？我想虾。你想面吃啥？想不买。姐姐也想吃它。妈不想吃。爸爸，钱给我做。做钱。你拿钱去买呗。6个钱。你有6个钱、那个大的呢？大的给姐姐了。大的能够买一个，你这个能够买一个。但我这些呢？你这些6个能够买一个。6个。搞一把7出来一个，够买一个，我继续吃。那你去啊？去啊。你去不了哪去、你知道奥迪店在哪是吧？嗯。你知道他店在哪是吧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你知道那你去吧。搜狐也不怕。你都找到地方了，在哪呀？我知道。还能找着？在哪？他就是记录。在哪？再去你就知道了。干啥啥？东关西关没把我跟好了。干啥？你自己不能去吗？你不能走吗？你会按电梯，你自己去呗，行不行？好吧。你好绝望呀，感觉你。人家就让你干买的，你不去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带你到超市门口，然后你进去，你把钱给人家，然后行不行？我在外面等着你，行不行？行。你能买吗？能啊。真的吗？你咋说？啊？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跟人家说？咋说？你怎么说？你听着就行。我不听，我就在门外面等着你，你先知道吧？说给老板怎么说？对，咱先练好台词儿。你怎么说？你到那，你跟老板怎么说？第一句喊什么？我给老板说，给他，我给他先买一个糖。你给他先买一个糖啊？嗯。啊，你给他多少钱啊？2。3毛、8毛、9毛、10毛，正好1块。我给他1、2、3、4、5、6。6个？六个买一个糖。六个买三个吧，买不了三个。哎，我买一个。拿着一个去，你进去买，然后我在外面等你，行吧？买4个泡泡糖。我不要你拿这个，你拿这个人家不要怎么办？给我钱。